我是左拉 ，I am Zola， 我们飞了 Zola。后续雷达的资料，我们也会再选一处。对，你要站到什么？啊、三！哎、再一次！再一次哦，好，来，你数。一、二、三。小花子，你做的一样哦，一样赢哦。不是，我要赢啊！哦，你要赢啊！小花子，你跳到姐姐前面会挡住姐姐，姐姐会撞到你。你要跳到你？哎，跳好温柔，又跳歪了。喜欢还是不喜欢？喜欢，但是今天不能去。还系皮带。还背草包，逼啦哎，草包哎。你不是说你会唱那个两只老虎吗？也会唱 A B C D。哦 ，A B C D 哦。阿姨，阿姨，小叔叔，妈咪。他妈妈生气哦。你这只手不要摸哦。为什么？另外这只手不要碰我哦。你不喜欢摸过猫咪的手吗？因为它们都很细渣，都很怎么样？很渣，很脏哦。姐姐你，谁摸过你身体？你爸做的，太私人了。摸了猫是不是？对，他被人家。哎，小花生爸爸嘞？爸爸怎么都不见了？爸爸嘞？对哦，你是四岁对不对？对。那个姐姐应该才三岁，因为她不太会讲。哎呀，错了。我需要英哥哥讲话。小花仙，你看你的影，我才不真的。他演姐姐的。姥姥姐姐的，这是演员姐姐。姥姥姐姐的在哪里？我怎么像在遛小孩？是被小孩遛。我快到了哦！哇，好漂亮！你听到应该是三只青蛙，好香啊！香哦！伸出来再重新，好，进去。开心吗？收入最大的。夫妻交拜，送入洞房。现在学生都要那个什么？现在珍珠奶茶，主要是黑糖加。嗯。叫我。我可以看看那个吗？我们可以去看那个傻亮亮的吗？给我看。让我看，等一下，来，这边到底好。那里有小大侠。前面。哎，你是老板啊？你是老板呢？我们快点，你快点，哦，哦，所以我。
请问你气死要加量吗？气死要不要加量？你不要，你不要玩。那你要老公，你要玩，你做一个。你好，花生，你要玩吗？看啊，看姐姐怎么玩。嗯，他现在用莲花做了。哦。你要跳舞吗？跳。我二零二零了，我这块另外的团又另外的走势了。爸爸。啊。叫哎，豆豆。狮子吗？好，七八九十，狮子哎、欸！这是别人，这是什么？不知道说的吗？那你问哥哥的是什么？他很知道很多鱼的事情啊。这边就是，假设这个是石头，然后就这样，我就吸在石头上。有没有看过吸盘？吸盘。吸在桌子上，对对对对，然后我会吸在你身上，这样咻，我就吸住了，就是那种东西啊。对，然后黏黏的这样吸起来。你说一下你手里是什么玩具？不知道，喇叭。喇叭呢？我们现在在哪里？在夜市啊。你玩得开心吗？开心。下次还想来吗？还想。好。我是左拉，感谢收看，欢迎订阅。